大家好，我是夜旅的名幻怀魔兽争霸。Five, 那就接着， three, 我们就继续打什么吧？这围城已经打赢几啊？六吧，赢七，我也忘记。我已经忘记我打多少。赢七。哦，各位介绍一下，坦克是三四五、三四六的圣骑。哦，不要小看人家三四六。然后普斯三七二，这普斯很威哦。然后输出方面的话，有三五八的恶魔猎，跟三七零的惩戒骑。
尔提拉斯的精英军官在前方广场重整部队，我现在没有目标，部队大海会吞噬你的尸骨，这样你也比较容易在城市中行动。说有，我站一下，我没查。开场就打叉叉就可以。我要砍死你！快逃啊！那个骷髅不要打，叉叉打完去打王，叉叉打掉，叉叉打掉。阴性。战场上的怪物都炸掉。没人来打，你看，这个打人很疼的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我要砍死你！我需要目标。下一次出来，哎，禁锢一下神射手，禁锢神射手 ，OK， 这个也可以。为什么又是追捕？上半根根本就补不起来。下来，准备受死吧！准备受死吧！我要砍死你！准备受死吧！我要砍死你！你不配得到胜利。直接起来就可以了，直接起来就可以了。逃窜，没有带头了，这些人类一点用都没有。我发现下一区有重要敌方目标，正在使用艾泽莱武器，去帮部落抢下那些武器。掉下来了。看他们四处逃窜，白本，看一下。我发现下一区有重要敌方目标，正在使用艾泽莱武器去帮部
落墙下那小武器。那是怎么了？我是觉得我把那件雨衣关掉了。这边录音，我都认识的就算了。我要
守不住了。这无所谓，我的大炮会把所有反抗势力解决掉。好，乖乖乖。这艘船上装满了艾泽莱晶岩，把船员杀光，我会把货物全部运出城外。看来他有点胆大了，后来他会动了。没有啊，还是老样子在这。黑喷，怎么倒腾了？都死光光了。那我怎么进去读这么久啊？这在哪？人家都没有死啊。我火冲这么高。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换话术了，对，我换话术有一点不太习惯，然后没什么啦，对，就是我换话术了，所以感觉我现在按起来，还没有很熟悉，对。其实真的很痛，因为你七成，然后我们坦克只有三四八，对，三四六，我现在显示是只有三四六，三四多，我真的有点硬啊，对，那个大招开下去应该也扛不住啊。对，这个。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坦克有勇气阻他啦，个人会觉得会扛不太住，有那种扛不太住。毕竟装的是真的有点低。
中两次。对，一般中两次，不然不可能死掉。不可能中。如果怎么会中？反正第一次明明就死掉。我需要目标。我第一次有闪掉，第二次反而是我自己中，不会问你。
心。距离我应该是不会被恐惧心。
意外。
信。赏你的表现，看来艾旭凡帮我们留了一个方便的逃生路线，我们该走了。先吃嘛，就让波拉勒斯慢慢烧掉吧。艾旭凡女士居然会有海怪，哇、哦，这都被你喷到。快吃掉！
把那头怪兽轰成肉泥。哎，这视角怎么回事？这视角不科学啊！哎，刚刚那个视角不科学啊！怎么我会直接指那个炮口？救命！我不想被海怪吃掉。掉
那头怪兽轰成肉泥。接着来，接着来，然后这一局要打得很高，是饮酒的托塔，对我来讲很高。那一样，对我介绍一下，坦克是369的圣骑，捕食是355的小低，然后输出有一个361的暴徒贼，跟376的阿木，啊，以及我365的魔法。应该会被他们两个吊打。我们的目标就在托达科尔。我们的目标就在托达科尔。最近发生的越狱，在监狱下层引起一阵混乱。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，想办法到顶楼去。监督者就在那里。去拿他的钥匙，找到我们的目标，把他全都杀了。你不是就背叛了吗？怎么我还 OT 了？
是吧，这只是开局而已呢，哪样呢？是这个输出应该是打得过啦，对，这个欸啊靠腰，我喝到药水，欸我丢咧，我要吃食物和药水，放心，应该是可以稳过吧，对，应该可以稳过。啊，至于箱子那个会不会有加的，给大家小心，这边浪费了这些时间，我个人是觉得来不及。
刚刚打多少？打 BOSS 1210，那也还感觉还好啊，还赢是赢在哎呦，就是打到什么关？因为其实我基本上很少会切角，都是用那个技能来扩张技能。我的手下一定能让这里恢复秩序。本身的点狼跟那个，你最好做到。放肆接近你的人，要第一件事就是看着你死。我的点狼一直在切到小怪啊！没事，只是装很傻眼而已。
这只就是站远一点，我不想站这么近。Yeah.
确来说是不喜欢这边的地图。太狭小了。掉喽！防万一，消失一下。好，我竟然装备换掉。预计再死一次就得修装了。有牛，所以可以修装。对，我有牛有大象就 OK 了。修装角色，是希望可以打过啦。对，等一下就有 N9 的保底，希望不会死。德莱尼，为什么德莱尼可以跟我们打？好奇怪，还有地精欸，这变身吧？对啊，这变身吧，还是什么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啊，随便。然后我就化妆。
吃龙脊还是吃大爷 ？BOSS 吃龙脊还得了啊？老弟，别再摸鱼了，我们还有鱼要杀。
箭了，我闪箭已经到可以，我是不太想开，现在不太想开，开来修啦。对，不起来就烧你肌肉。
都死定了。红装了，有一个桶子就在你屁股后面，然后还是我过去搬的。那边讲这么好听。3, 2, 1，让火再大一点，快！遵命，起誓。会把你烧成灰烬，让火烧得更旺。炸弹又来了，
放心，把你烧成灰烬。让妖火烧得更旺。哇，是中间的炸弹又来了。放心，会把你烧成灰烬。要让火烧得更旺。炸弹又来了。放心，会把你烧成灰烬。哇吼！放心，会把你烧成灰烬。让火再大一点，快！遵命，女士。放心，会把你烧成灰烬。会讲放心。
放心，放心。百多斤啊，我丢，钱很难赚啊，一千斤很难赚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有什么 bug， 这一只 boss 我是不知道有什么 bug 打法了。对，等一下直接开场，把我接引到。谢谢你们专程回来，让我处决。我一直都想用火把。放心。放心，
的黑暗女王那就先到这啦。那在这边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有推荐什么游戏，或者是有建议什么想要看的，都可以先跟我在留言地方留言给我，我会参考看看到底要不要录的。有别的游戏要我玩的话，也